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868页啊，868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十波罗蜜。我们学到第十智。波罗蜜，这一段没学完，可是我们还得从头念起啊。智波罗蜜，智即智慧，为决断无惑。正法一生，善入佛慧，明了无碍也。这一段的意思很深很广，这个指跟前面第六般若波罗蜜意思不一样。般若波罗蜜是慧，慧照了真谛，就是对于宇宙万法的真相通达明了，这是般若波罗蜜。至于能生万法啊，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这些法是怎么生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啊，这个智，这个呢叫做智啊，这不是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知道一切万法的真相本体。空想不可得，那么这个智是智有啊，万事万法怎么来的，怎么回事情他都知道，叫智熟地，也就是般若波罗蜜的德用啊，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应用在工作，应用在处世待人接物，这就是这个智，无所不知。般若呢是无知啊，般若无知，这一条是无所不知，就是无知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啊，这是两个不相同的地方啊，我们搞清楚了啊，所以决断无惑，对于万事万法他能够决断不迷惑啊，也就是说性相理事因缘因果他通知道经云。菩萨知一切法真实，知一切如来理，普觉悟法门界，是名智波罗蜜。啊，于前指第六所以义者，
彼为，彼是第六，般若波罗蜜，它是观空离的智慧，就是明心见性的智慧。而此呢，为照有之智慧，对于宇宙万事万物，这些东西他全晓得，就是无所不知，观空离是无知。故此二度相对呢，第六是慧度，第十是智度，成为是论上所讲的菩萨知道一切法的真实，这个真实从四相上说的跟前面根本智所说的不一样知道的四相一切法相，知一切如来力，这个力是讲利用，佛在华严上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个力就是德如来的德用能现万法，能生万法普觉悟法门界，法门就是法界门法界就是我们讲的宇宙性相离识因果的全体，总代名词叫法界，法界就是法身，法界就是实相，法界就是真如后得知，知道这些现象根本智知道这些现象全是假的所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般若波罗蜜所见的知道这一切法怎么来的怎么变的，这属于阿赖耶的范围，自信能生能现。阿赖耶呢，能变所变，能变是阿赖耶的意识，一根的能变。所变的设法界一真庄严诸佛如来十报土不在其内，因为十报土里头已经转识成智了它是自性所生所现，所以他们身是法性身，居住的是法性土，法性身跟法性土没有变异两种生死都没有分段变异都没有跟阿赖耶不一样，阿赖耶所变的一切法两种生死都居住
啊，所以根本之根后得之，确实了解宇宙万有的真相跟现象。啊，现象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知道啊，无所不知啊，这是智波罗蜜。那么制度也有三性，第一种呢，无相制啊，无相制是第六般若波罗蜜所见的啊，为观达一切诸法性，诸法了性本自空。啊，一切法，任何一种法，我们今天讲现象，任何一种现象，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经上所说的当体即空，了不可得，这是第一种，啊，第一种之。第二呢，是受用法乐之，为修行正得一切种子恒自受用，得大自在。我们常说呢，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这个里头有理有事，有心有相，离思心相，圆融自在啊，没有障碍啊，啊，离思无碍，事事无碍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圆满把这种大自在显示出来，享受啊，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如果没有享受，学它干什么？但是最高的那个享受，我们无法想象，不是我们的境界。啊，我们的享受，在他们心目当中是低级兴趣，啊，不是高级的。啊，这些我们深入经藏，逐步逐步就明白了。啊，大乘经教里头，佛说的很详细。啊，最落的我们能够体会到几分，就是明了不迷惑，这真落啊。啊，你看一切法性相，性能生，相所生，理事啊，是繁杂啊，理也众多，不是一个理啊，没有一桩事情没有理啊，敬业有敬业的道理，染有染的道理，善有善的理，恶有恶的理，
通通都有啊，没离了怎么会有事呢？啊，大概负面的都是迷，从迷里头产生的。啊，镜像呢是从觉悟里头产生的，所以总的关键在迷悟啊，迷有浅深不一样。啊，悟也如是。啊，所以四执离就很复杂。啊，相作用就更复杂了。这个里头因缘果报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佛菩萨没有一样不明了，他才有他的善巧方便普度众生。啊，度众生所现的相，所用的方法，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处所而异，不一样。一桩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因缘、不同的处所，佛菩萨用的方法就不相同。但是他的方法非常巧妙，都能够在当时把事情解决得非常圆满，解决之后啊，皆大欢喜，啊，这是无量功德啊，这第三叫成熟有情智，为教化扰疑一切众生，成就道果。这种智慧是教化。你看看，第二是自受用，第三是他受用。啊，这个一切诸法性本自空，这是体。有体它就有用，自受用里面最重要的是一切智，一切种智如来真的大乘经教告诉我，化身菩萨就是如来，化身菩萨是真正成佛，只是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干净。除这个之外，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果地上的如来没有什么分别啊，都是证得一切种子啊，一切种子后头挂虎六小柱，知一切道，一切道理，万事万物什么道理而有的，他知道，知一切种，种是种类，繁杂无量无边，所以这是佛的智慧。比菩萨高，由此前六不增不减呐。
前面六个，到这里讲十个，十跟六不增不减，是一不是二。啊，后为四者，这个后面方便愿力智为助前六，这是帮助前面六波罗蜜。啊，如果没有这四种，前面的帮助就显示不出来。啊，这个六种，所以布施里头有般若，布施里头有方便，有愿，有力，有持，持戒里头也有，有方便，有愿，有力，有持，啊，一直到禅定，每一度里头通通都有。啊，这是什么？这是般若波罗蜜起的作用。如果没有般若，前五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是善法，不能出六道轮回，是福德，不是功德。啊，修布施里面有方便愿力智，那个布施是功德。持戒，戒里头有方便愿力智，那个持戒是功德。如果没有这四条，全是福德。福德果报是六道里面人天福报，这个要知道啊。那么用这个标准，我们来看这个世界，多少人学佛修行啊，弘法护法，几乎都是福德边上事情，不是功德。念佛求生净土，要不把这些福德放下，不能往生的。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恶不放在心上，修善也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杂念，没有其他的妄想，这决定了我是。啊，断恶修善行要不要做呢？要做，这是护持佛法，这是普度众生，所以一定要做，不能着想。啊，不能以为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好，那就通变成福报了。啊，就跟大魔将梁武帝，啊，梁武帝在他面前夸耀，他护持佛法，在佛门做了多少好事，啊，建造的道场就是寺院，480多座啊，建道场。啊，看到人发心出家就欢喜，就供养。啊，供养出家人几十万人了。啊，这功德大不大？大摩祖师告诉他，并无功德。为什么无功德呢？就是你心里头有，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全变成福德了，功德就没有。功德不着相啊，着相是福德了。如果梁武帝要问我的福德大不大，
梁武帝一定说很大很大，福德很大，那功德功德没有了，着相就没有了啊。所以积功累德了，修得了功德了，只有自己晓得，比我境界高的人晓得。啊，境界不如我的，他不知道，他反复。跟我同等境界的，也未必知道的很圆满。啊，所以这些事情，心里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由此可知，经教不能不学。不学真不知道啊！不学往往很容易把福德误认为是功德。啊，那后面这个四者。都叫做全智，都叫做厚德智，也叫做差别智。啊，他能住前面六种心，实在说，他是住道法，能住菩萨一切善心。啊，方便善巧啊，住施登山，不施持戒忍辱啊，帮助这三个。那愿呢，住精进啊，方便帮助前三，愿帮助精进。念呢，帮助精律啊，智呢，帮助般若。灵修满骨啊，般若智空啊，不知有啊。那么有这个智呢，空有皆知，智慧就圆满了。我们看《华严经》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下。证得了根本智，就是第六般若波罗蜜啊，真正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他真知道啊。这个地位是什么？圆教初住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文殊叫他去参访五十三参，五十三参，五十三成就方便愿力智，而且让方便愿力智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布施波罗蜜圆满了，怎么圆满呢？兼贪的念头没有了，持戒波罗蜜圆满了，怎么圆满的？恶念没有了，有一个不善的念头，持戒波罗蜜不圆满，啊，不善念头没有了，善念也没有了，啊，忍辱波罗蜜圆满。啊，忍辱波罗蜜，见到事实真相，受什么样的侮辱，不动心，若无其事。啊，届时割礼王割戒身体，凌迟处死，他也不动心。
啊，不起心，不动念，忍辱波罗蜜圆满。啊，精进波罗蜜圆满，真正至心一处。这心放在哪里呢？心跟真如相应。回归自性了，在净土讲啊，回归常寂光了，常不生不灭，即不起心不动念，灭烦恼灭了，生死灭了，烦恼是因，生死是果。通通灭了，这常寂光啊，光明遍照啊，啊，遍照法界，遍照法界得大自在，自受用啊，啊，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因。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转凡成圣，这个乐他受用啊，啊，你看这四样方便愿力智，是普通大乘经上用四个字来形容它，叫善巧方便。善巧方便的内容就是方便愿力智，啊，让我们修行圆满。如《解深密经》里头光说，啊，《解深密经》把这桩事情说得很细，很详细，此实有实啊，这个波罗蜜实实在在是有实。二舍六者，平常都讲六波罗蜜啊，都舍六度，这应知后四，后面这四个呢，第六所舍，舍六度，后面这四个全包括在般若波罗蜜里头，般若波罗蜜有体有相有作用，啊，通通包在里。那么说实呢，就把般若波罗蜜单讲体，它的相跟用就分开来了。啊，相是什么呢？相就是智。用是什么呢？方便愿力是用。啊，这样一讲就很清楚。啊，般若是体，智是相，方便愿力是作用。啊，开为实者，第六，为实无分别智。啊，后四个呢，皆是后得之识。啊，原是素故。啊，这个后得之，他原世间法，也就是他原十法界。十种波罗蜜，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能摧十种烦恼啊，摧就是灭的意思，就是他有能力帮助我们灭十种烦恼啊，就是十波罗蜜能灭十种烦恼。这十种烦恼
就是见思烦恼。佛把见思烦恼归纳为十类啊，见惑三界，总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总有88品。那思惑呢，有81品，三界九地。啊，9981品。这些教初学呢就不方便，太多了啊，所以佛把它归纳啊，见惑归纳为五类，思惑也归纳五类啊，这叫十烦恼。啊，佛学大字典里面我们把这段文记录下来，明说开六烦恼中恶见之一，二为身见、边见、邪见、见取、借进取见啊，分为这五类啊，六烦恼《白法明门论》上讲的六个根本烦恼，是贪嗔痴慢疑恶见啊。那么再把恶见，恶见是见烦恼，前面这叫思烦恼，是思想里的错误。不正确的思想，贪嗔痴慢疑。见是见解，看错了。啊，思惑是你想错了。这个问题大了。为什么呢？佛常讲啊，我们都知道啊，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我们想错了。那所生的一切境界相全出问题了。你看今天世界上的人，他所想的是不是贪嗔痴慢疑？他所看的，他的看法是不是身见、边见、见取、借取、邪见？全是。那么换一句话说，今天举世之人绝大多数啊，都生活在烦恼当中啊，设烦恼啊，具足设烦恼啊，啊，这是讲他的看法跟想法了，全都错了，这一错了麻烦大了。为什么呢？开口就说错了，啊，刘素云居士这几天在这做的报告啊，这个光碟我看了，讲得很好。他讲到眼前这些教育，问这些学生，十几岁的学生啊，问他们心里第一个想的是什么？赚钱，赚钱越多越好。啊，学会了叫跳槽，什么跳槽？哪个地方待遇好就到哪里去。啊，我在这里一个月赚3000块，那个地方给我3500，我马上就过去了。
唯利是图啊，这什么贪啊，贪不到就发脾气成恨啊，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行为之愚痴啊？傲慢，从傲慢产生嫉妒，看到别人超过我的，想尽方法去整他、害他。都在造罪啊！造的是什么呢？口里的是妄语两舌，其余恶口啊，造的是杀盗淫妄啊，这还得了吗？啊，这个果报就是摧残自己的身心，身心不健康啊，毁掉自己的前途，造成社会动乱，造成地球上灾异频繁。啊，如何来拯救？那就是唐恩比博士所说的，要大乘佛法。他讲的两个，孔孟学说治标，大乘佛法治本。这两样东西同时进行了，标本兼治，会产生效果，会让人清醒过来。人只要清醒过来，啊，可是治之本在孝亲尊师啊，这是信德里头的核心啊，啊，信德的核心不是哪个发明的，不是哪个勉强要求你，不是的，这是自信。你觉悟了，你自然孝亲尊师。你不孝亲不尊师，你在迷呀，你没觉悟啊，这个东西不要人教的小孩一出生他就爱他的父母，没人教他啊，你细心去观察啊，婴孩才先生下了几天，眼睛张开了，你看他看他的父母啊，细心观察能看到对父母的爱啊，所以这是天性啊，稍稍长大，父母教他，对老师要尊敬，尊师重道。啊，这是很小他就接受了，根深蒂固啊。啊，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我们的身体、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慧命，化身慧命，得自于老师。
所以中国古礼对老师跟对父母是同样的孝敬，完全没有分别啊！所以古人常说师徒如父子，啊，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亲兄弟没有两样啊，一生都要照顾啊。所以古时候老师教学生非常认真啊，他为什么？学生教出来了，将来学生有前途，他全家都有保障。为什么？学生会照顾他啊，学生知恩报恩呢、啊。啊，要让父母，要让兄弟姐妹都能过得好生活。跟自己一样，这大小啊，如果兄弟姐妹过的生活跟自己比自己差一等，父母心里头难过，不舒服啊。啊，老师的儿女生活比你也差一点，老师心里也很难过。啊，所以六合经里头讲，利合同君呢、啊。啊，先给哪些人同君呢？先给父母、老师，跟兄弟姐妹。跟老师的儿女，先给这些人同居，啊，然后跟这越距离越远的可以建议的，啊，可以递减，啊，但是跟父母、跟兄弟姐妹、亲兄弟、同胞兄弟姐妹。跟老师的儿女，这个不能够有差的啊，要是一样的，我穿的什么大家都一样，我吃的什么大家都一样，这叫真孝啊，这孝子啊。啊，如果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他怎么会知道？啊，一教他就知道了。啊，知道了，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天经地义。啊，做人应该这么做。中国古圣先贤教育，大臣的教育，在全世界，真的只有印度、中国有。其他的族群里都没有这种教育啊！啊，中国传统教育可以说全世界各个种族里头啊，教育最精彩的、最圆满的。都在中国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为什么要学佛？我们是人，
应该要有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就没有白做人了，做了人，这一生当中没有享受到最高的享受，白来一趟啊。那学佛，佛是什么？佛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报，这就叫佛。那学佛呢，我就希望得到圆满智慧，圆满福报。智慧在前，福报在后，因为有智慧才真正得到福报，没有智慧得不到。但是在一般说法呢，把福报摆在前面，智慧摆在后头，福慧。为什么呢？福是果，慧是因呢。先把果放在外面，大家喜欢的，人哪个不喜欢福报？说智慧的摇头的不懂，福报的喜欢。你要有大福报，先求大智慧，大智慧得到大福报就现前。福慧双修啊，皈依佛二足尊呐、这个二就是智慧跟福报，足是说满足了、圆满了，这两种圆满就叫做佛。别人问什么是佛，你这样解释，你看他要不要？你要不要福报？没有福报，你就贫贱。没有智慧，你就愚痴。你要不要贫贱？要不要愚痴？这个不要。不要就学佛吧。学佛才能真正得到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报啊！这要真干呐、所以，十波罗蜜确实能断十种烦恼能摧十种烦恼，成十种真如，十种烦恼灭了，十种真如就现前。我们看这资料里头有十种真如佛学次第统编里面说的圆成实性即诸法甚意，这甚是殊胜，无比殊胜的毅力，就是三性里头的圆成实性，所谓一真法界，一界名为真如一真法界就是真如，就是圆成实性，因真如者真实而不虚妄这真的意思，什么叫真？真是实实在在，不是虚假的。如是什么意思呢？常而无变异，如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这叫如。
是真如者，虽然真如性实无差别，真如只有一个，哪有十个？十个怎么来呢？随圣德假立十种。这个圣德是殊胜的德用，从它作用上呢，说十个，其实是一个。啊，一体，那十就是表法，十代表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所以智慧睁开了。圆成实性证得了，这个话就是禅宗里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自信般若现前，自信般若就是圆成实性，就是真如自信现前了，那是什么？圆满的智慧，无论用在什么地方，点点滴滴，无不与真如相应。啊，这就是诸佛如来的生活。就是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真正人生最高的享受，成佛才有啊。菩萨有高等享受，不能算是最高。啊，最高的享受在物质精神上得大自在，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高等享受。有分别执着怎么样呢？那就是付出代价的享受。代价是什么？造业受报啊！你行善，三善道受果报；你造恶呢，三恶道受果报。造业，不分别，不执着，不造业，就不是业报啊！不是业报，就是高等享受。啊，凡是业报了，就不算高等享受。啊，最高的享受是高等里头的高等。啊，高等享受可以说阿罗汉辟支佛得到了。他们的受用里面没有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了，所以他们的享受没有六道轮回。啊，四圣法界高等享受。啊，高等里面的高等是十宝庄严土的享受。啊，不但见思没有了，尘沙没有了，无明没有了，啊，我们常说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最高的享受。啊，享受里头纵然是
非常辛苦，啊，物质生活条件很差，甚至像释迦牟尼佛天天出外徒步，啊，就三衣一钵，他的享受什么？是最高的享受。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那么偷来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最上的美味。那人家供养不是这好东西啊，可是它会变啊，不是常讲的吗？境随心转吗？债主的心跟佛的心不一样，债主的心呢，那一天有烦恼，有很多不痛快的事情，所以斋主这碗饭味道不好，可是佛的心好啊，到佛手上佛就把它变了，自然转变，不是有意去变，变成最上的美味，相随心转嘛。啊，别人吃的是毒物，是有毒的，是要命的，嗯，佛吃了对身体有影响，他把它变了，不是他服毒啊，他把它变化了啊，可以变的，因为物质是相同的，只是排列组织不一样啊，啊，所以到佛这边说全变了，佛的心清净，这个生物就清净啊，佛心善良，这食物就善良，都是好东西啊。所以境随心转，你要记得这句话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只要通过佛跟法身菩萨决定变得最好，我们一般讲磁场，它就不同了。那佛菩萨有能力把它改变，改变不是有意义的，是自然的。所以下面这个十种是代表。啊，其实心得应用在一切万物，就变成万德庄严。第一个，变形真如，为此真如二空所显，无有一法而不在内。二空，人空、法空。啊，这个话从哪里讲起呢？从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对话上讲起，你就很容易懂了。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相摄也。”这一句话里头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凡夫心里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个念，有几个相，有几个识，不能三个问题。啊，即念即相摄也。
弥勒菩萨回答：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凡夫一年当中有32亿8000年。这大佛念，念是什么？念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念头。啊，相呢，相是物质现象；实呢，是精神现象。啊，五蕴里面，色就是相，实呢，受想行识，这四个叫实。啊，受。前50，想第60，行第70，后面那个十是阿赖耶识，全的。我们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才把五蕴皆空啊，明白了。啊，五蕴皆空说什么？就是说这个。这一念啊，这一念不是释迦牟尼佛问的那一念，是弥勒菩萨答的这一念，那就是一弹指32亿8000年啊，32亿8000是10万，10万是个单位，多少个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320兆，320兆分之1弹指。我们现在科学上一般呢，时间的单位是用秒算。那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们弹得快，一秒钟。啊，大概我能够弹到4次。我相信比我弹得快的，比我年轻，比我体力好的，至少能弹5次。5再乘320。就变成1600，单位是兆。啊，换一句话说，1600兆分之1秒，那叫一念。这一念当中，人空法空。都在其中。可不可以得了？得不到啊！你根本没有感觉啊！我们可以做实验，这个实验不难做啊！这是从前电影的底片，幻灯片。这个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一秒钟播放24张，啊，24张是一秒钟。我们可以做实验，在一秒钟里头，我们把24张啊，里面留一张，啊，留一张呢，有这个幻灯片。其他的23张啊，通通把它抹黑。放映的时候，这一秒钟当中，放映的时候，你都看不见，荧幕上全是漆黑一片。哎，只有这一张啊，放了光了。但是放光一下就没有了，因为它只有24分之1秒。
就这么长的时间。那我们看的感官有没有看到？看到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不晓得，只知道光一闪就过去了。啊，里面什么也没看到，是这种现象。24分之1秒，现在佛告诉我们，速度多快呢？是1600兆分之1秒。问你有没有看见？没看见呢，什么都没看见。啊，这种生灭现象就在眼前，你就看不见。它太快了。啊，今天科学的仪器可以说是相当进步啊，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这个现象，1000兆分之1秒，现在科学仪器能捕捉到。啊，这都是从前科学家不敢想象的。啊，那么科学还要进步。用佛说的是1600兆分之1秒。啊，现在能看到啊，1000兆分之1秒。啊，这说什么呢？二空所现，人空法空啊。也就是说，一切法不可得。大般若经总结的四句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现象是真的，不是假的。变心真如，变是破变，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法漏掉的，所有一切法都在其中。啊，全是二空所以所现，人空跟法空。啊，这第一条。第二呢，最深真如，为此真如啊，具无边的了，能与一切法了，最为胜故。一切法的德用，它的体全是真如。自信本具的德能，不是从外来的。啊，譬如我们今天讲，就用佛法无蕴来说。无蕴是最小的物质现象，是物质的基础。啊，物质基本的单位，《金刚经》称为一。所有物质现象都是这一个东西组合的。啊，所以叫一合相啊。我们人身体也是这个东西组合的，人身体是一合相啊，这个房屋也是这个一合相所组织的
啊，大到地球，到太阳系、银河系，全是一合相组成的。啊，小，随便念一物，啊，这是一物，都是这一合相组成的。啊，离开这个一，这一法，一切相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意象里面，你看有物质现象，有受想行识这四种精神现象，啊，受是前五识，啊，想是第六识，行是第七识。啊，行的意思就是它相续不断。啊，那个识是阿赖耶，阿赖耶。是一切虚妄的根本。它从哪里来？它从迷来的。啊，佛在经上讲的，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是阿赖耶，也叫无明。啊，经上常说，无明不觉生三习。啊，三习是阿赖耶的业相、转相、境界相。啊，这个三习极其微细。没有人知道啊，这是宇宙的缘起，生命的缘起，万物的缘起，啊，我的缘起，我从哪里来的？这是阿赖耶三细相变出来的。啊，变出来有没有先后？没有。佛经上常说，一时顿现。同时，没有先后次第，啊，同时出现，同时消失，啊，佛在大乘经上说，当处出生，随处消失，啊，出生跟消失。这个时间就叫一念，一念呢就是一个生命，时间是1600兆分之一秒，啊，今天科学家称这个为微中子，啊，黄念祖老居士，在这部经上，最初他的那个原本油印本，啊，给我那个本子，我在台湾给他印了一万册。那个本子上没有这段文，啊，这段是以后补充补进去的，啊，也就是说，他完成这一部注解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信息，到以后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把这段东西啊补在里头。
科学家最新的发现了。这个发现了不起，这个发现呢，把佛经上讲的阿赖耶总算是给我们搞清楚了。阿赖耶怎么讲，我们讲了几十年都是个谜，没有办法讲清楚。啊，我们今天这个讲法，过去法师讲经的法师没说过，怎么知道是1600兆分之1秒？这无法想象啊！这是科学对佛法的贡献呢，啊，让我们这些烦恼业障习气深重的人，没有办法了，修成那么深的定功，我们借科学仪器也发现了，证明佛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证明八地以上的定功是真实的。那八地菩萨他们不需要仪器，他在定中限量境界亲自看到了，啊，看到1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现象，1秒钟里头1600兆次这个频率。所以他清楚啊，比科学家还清楚啊，因为他是限量境界，科学家借仪器比量境界，不是直接看到的。所以真如具无量无边的德用啊，我常把它说作德能，于一切法呢最为深苦啊，只要是法决定具有真如的德用，啊，问题我们有没有发现，啊，或者称之为发明，法是发现，明是明了，你真正发现明了你就能用它，他就会为你服务。第三个叫圣流真如，为此真如所流教法，与于教法极为深故。这是如来的教学，是从真如里头流出来的啊。那我们知道所有一切凡夫就是没有见性的，没有明心见性的，他所有一切教法是从阿赖耶里头流出来的，阿赖耶里面所流的是知识，因为阿赖耶的根是迷而不觉，
这一念不缺吗？阿赖耶流出来的东西不缺，明心见性的人流出来他是缺，他是真如，他是真实智慧啊。阿赖耶流出来的是从资料库里头那些记忆啊，有这些定功的人，这个定是世间禅定啊。李老师以前跟大专学生介绍佛法，讲六度啊，讲到禅定，他讲禅定三种：世间禅定、处世间禅定、处世间上上禅定啊。这跟初学讲是很有意义，这个是一处的。世间禅定是四禅八定啊，这个定功修成之后，对于六道里面的情形完全明了了。为什么？他见到了上面二十八层天，下面到无间地狱，全能见到啊。是他的限量境界。我们今天对这些事情能了解一些，是听说的，是看到经典上记载的，我们没有亲自看到。这不是限量境界，这属于知识，不是智慧。啊，那处世间的禅定不一样了。小乘的禅定，处世间了。啊，小乘的禅定，断见思烦恼，尘沙没断，无明没断。啊，大乘的禅定，断尘沙烦恼，无明没断。所以大乘禅定止于菩萨，十法界里菩萨啊，十法界里面佛的禅定，上上禅定，上上者破无明，真法身啊，这个禅定也得到，十法界没有了。超越十法界的啊，他回到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成为一真法界，这大乘禅定啊，可以说他是大乘上上禅定啊。那么到等觉以上，华严经的妙觉果位，那个境界
是回归自性本定，究竟圆满的大定，是自性本定。啊，也是慧能大师开悟时候所说的第四句话：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如来、化身菩萨，他们讲经说法，是从真如所留的教法。我们不能不尊重啊。不但我们不能跟他比，别叫三贤菩萨不能跟他相比啊，天人更不必说了。为什么？我们从一处去想，我们的心没有他清净。我们的心是动的，他们的心是不动的。我们心里都有念头生灭，前念灭，后念就生，这个念头不断，念头断了，境界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是一种什么现象呢？相似相虚相啊，确确实实没有两个相是相同的，就像我们的电影的幻灯片一样。一秒钟24张，10秒钟240张，啊，100秒钟2400张。那一个小时多少啊？没有2张是相同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的频率比电影的倍数高太多了啊！1秒钟是1600兆，10秒钟是16000兆啊！10秒钟16000兆。单位是照啊，没有两个念头相同，所以跟你讲叫不生不灭。他速度太快了啊，决定得不到，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那么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所接触的现象，就是真的是无量无数啊，这些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啊，科学家叫纠缠在一起啊，纠缠的方式不一样，让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境界。是这么回事情啊，除了微中子之外什么也没有啊，而微中子也不存在，我们看到它早已经过去了啊，就如同我们夜晚看天空的星星，那我们看的星星很明亮，
可能这个星星早已经死掉了。为什么？我们看的是光，它那里发出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要经过几十个光年。啊，如果说是200光年、300光年，啊，那就是两三百年以前的星，它的光我们才收到啊。啊，如果说是几亿光年来的，哎呦，那距离我们时间太长了。现在在不在不知道啊。啊，几十个光年的时候可能它存在。几百光年以上啊，它存在不存在未知数啊。啊，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物质现象。啊，它那个原点。这就叫原始点了。啊，原点就是1600兆分之1秒那一个光点。啊，它一下就不存在了。但是它留下来的影像统统混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哎，有这些东西存在啊，有十法界一真庄严的存在，实际上它早就消失掉了，我们看到的是幻象。所以经上举的比喻，比喻的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是比喻它的快速，消失的太快，是吧？应作如是观。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会在这个境界相里头如如不动。说明这些事实真相，这个智慧言语都是从真如里头流出来的。不同世间，世间所有的教学是从阿赖耶识里头流出来的。啊，阿赖耶识是你自己的资料库，这里头有现前的知识，你这一生所学的，有过去生中的知识，啊，绝大多数的人只能用到先前知识，确实有少数能用到过去的知识。啊，那么再有高明有神通的，啊，真正有修行的功夫人的，我自己资料库里没有，我可以把别人阿赖耶里面的东西拿过来用，别人学的变成我的。那为什么呢？阿赖耶是通的，这资料是通的，所以可以取得别人的东西。啊，这都很不可思议啊！那你要是明心见性的，一切诸佛菩萨的东西你都能拿到，啊，都可以变成自己的。这是佛的教法跟我们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你要知道，第四呢，无摄受真如，为此真如无所细数，非我智等所依取故。真如
是自信，自信像大海一样，真如的能量是大海。我们自己是什么？是大海里面起这个水泡。我们执着这个水泡生活，执着起心动念是我的心，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身，坚固的执着，那么大海的能量，我们所得到的微乎其微，就那么一小块。如果你觉悟了，你不执着了，不再执着这个水泡是自己，你肯定了，承认了，整个大海是自己，那能量就不可思议了。那个能量跟诸佛菩萨没两样，这菩萨是化身菩萨，普通菩萨没这么大能量。所以真如无所细数，不属于诸佛如来的，也不属于化身菩萨的。它是什么呢？属于谁的呢？佛在经上说了一句话：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说立无为也然。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十方三世佛把我们全包括在其中。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没有一个不成佛的。为什么？他有佛性。植物矿物它有发性，发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所以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子，种子就是一切种子，我们前面学过的自信圆满的智慧叫一切种子。同源，我们跟佛同，跟一切众生同，原是圆满。我们同样证得圆满智慧，这同源种子你真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敢小看一株小草，不敢小看一片枝叶，不敢小看一粒尘沙。为什么？真如自信也在其中。他有灵性呢，我们通过水实验知道水是个物质，一滴水多大一滴呢？针尖，用针尖在水蘸一滴水，放在玻璃片上。把它摆在冰箱，冰箱用低温摄氏零下5度，它就会结冰，结成雪花，
再拿出来放在显微镜里观察，你就知道了。啊，这个水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他能看一切万法，他能听一切音声，他懂得宇宙一切万法的念头，比我们人厉害呀，我们人不如他。你看我们对于没有学过的语言不懂，他全懂，无论什么样的语言他听得懂，无论什么样的文字他看得懂。啊，写个爱字，各种不同文字去写，他全知道。啊，比我们能多了。为什么他能？因为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我们的能力丧失掉了，就是分别执着。所以放下分别，放下执着，我们的能量也能恢复。那然后知道这不是一个稀奇事情，啊，所以要知道真如，真如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啊，是无所解说的，不归于哪一个人的，一切众生平等平等。啊，佛所有的我们人人都有，一切众生都有，你泥沙矿物啊都有，何况是生物啊，一棵树上一片小小的树叶啊，乃至于树叶里头，你给它掐一下，一点点掐下来，通有啊，通具足啊。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前几年我有严重的牙周病，自己不知道。啊，对照镜子只看到牙齿跟牙龈边界地方啊有一条黑线啊，我想吃东西的脏东西的里头不知道那是牙周病，因为没妨碍嘛，不觉得嘛。啊，刘大夫用一根针啊，把那个黑的东西挂一点点啊，在针尖上看到一个黑点，他把它放在显微镜下啊，显微镜接上啊这个电视啊，这电视不大，这种大，接到电视个画面给我看，我看那个电视画面上全是蛆啊，啊，在那动。他告诉我，这就是你牙齿了一点，怎么这么多？他这个严重你不知道啊，啊，你还能讲经啊？大概佛菩萨保佑你。啊，这种情形下，你的牙根全部毁掉了，这么多细菌在吃啊。不是你放大多少倍，3600倍啊，3600倍，你看到全是一群，好多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洗刷洗得干干净净，啊，再到里面去刮，拿来给我看，只有一两个了，啊，几乎都看不到了。啊，这是叫细菌啊，
放大3600倍，你看到它有这么长，啊，看到一个小球，它在那蠕动。啊，那肉眼看不见的。啊，一个我们肯定看不到，一个细菌确定看不到。啊，那么一大堆。啊，电视画面上已经满了，没有空隙，全是满的。啊，不知道啊。这个牙龈那条黑线的是这些东西啊，看了之后才知道可怕啊，才晓得刷牙，牙齿不要刷，牙龈也不要刷，要刷呢就是刷了个沟，啊，这个里头不许有任何东西在里头啊，我们才懂得以前拼命刷牙齿。因为牙齿刷得白白的，牙齿没有什么关系，白与黑都没有关系啊，只要健康好用啊，才知道什么叫牙周病。以前知道这个名字，不懂得什么叫牙周病啊，所以要晓得真如智慧的相啊，深广没有边际，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切万物里的通具足啊！啊，所以我们不需执着，不需依取。他无处不在，只要把障碍放下了，啊，障碍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障碍啊，于一切法不执着了，这就是阿罗汉，不分别了就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的，恭喜你，你成佛了。你就真的真如了啊！菩萨没真的，别教三贤没真的啊！别教初地真的了，别教初地跟原教初住。他们所证得的功夫是平等的，虽然这张断烦恼平等，智慧不平等啊，智慧原教比别教高太多了啊，所以别教初地菩萨跟原教初住比，智慧比不上啊。断烦恼是相同的啊，原教跟别教到底差在哪里呢？心量不一样啊，原人确实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别教还没有啊，没有那么大的心量哎呦，怎么时间到了？好，我们就学到第四啊，无摄受真如。